化繁为简，极致优化。大家好，我是小麦，欢迎收看迭代外贸研习社的分享视频。本节我们来讲如何在谷歌上通过搜索行业协会去获取客户资源。说到这个行业协会呢，这里我先说明一下，很多行业呢都有类似这样的协会，但在我们做外贸的过程当中呢，工业类产品的这个行业协会的数量啊要多于这个消费类产品。因为我自己呢工业类产品也做，那么消费类产品呢也做，那么这个我自己在搜索客户过程当中呢感觉这个区别啊就非常的明显啊。所以说这里呢我们一些做工业类产品的这种朋友的话，如果你平时觉得获取客户资源的这个方法比较有限啊，或者说你感觉没有像这个消费类产品那个样子容易去寻找到大量的客户资料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呢去尝试一下。好，那么这里我们就来演示一下如何去进行这个搜索。这里呢我先列出了几个供大家参考的这个关键词的选项啊，这个我们把它放大一点吧。啊，我们看看啊，这个 Association, Alliance, Bureau, Council, Institute, 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那我按照这个常用的这个大小我们把它这个罗列下来是吧。那么呢这个都是表示协会啊联盟啊是吧，这样的一种意思。那么我们就到谷歌里边啊，到谷歌里边，那么这个我们就搜索一个工业类的产品啊，因为为了方便演示。那么我们输入一个这个球形轴承吧， ball bearing 啊，我们搜索这个产品。完了呢我们在后面呢加上这个 association 啊，我们加上这个关键词，然后我们进行这个搜索。好，那么这个我们看啊，这个呢是美国啊，美国的这个轴承制造商的这么一个联盟啊，我们把它打开，我们看一下。好，这里呢有这个它的一些简介啊，这个我们就不去看，我们进去以后主要就是找看有没有这个名单啊，看有没有名单。那么这里我们看看。这里有个 membership 啊，看 membership 里面有没有。好 ，OK， 那么这里有这个协会的这个成员是吧？我们可以把它点开啊，这里直接有这个 member listing 啊，有这个列表。好，我们把它点开，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啊。那我们好，我们就看看这两个吧。啊，这个是对他的这个成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介绍啊。基本一个介绍，这个是当前的这个成员是吧，他有这个有一些列举出来是吧。完了以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啊，这个列的就比较全了，比刚才那个要全一些是吧。那么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一个这个客户的一个列表了，那么大家可以一个个的把这些公司点开进去看是吧，去了解他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啊，这就直接链接到这个公司的主页了啊，链接到主页上面去了。那么你就可以去看这些公司和你的产品啊是不是对口啊，这个打不开啊，看和你的产品是不是对口。那么这样子的话一下你就这获得了，这有多少个，这大概得有三四十个是吧，得有三四十个客户的一个资源是吧。那么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啊，这个是这是维基，这是 Facebook。 我们来看这个打开其他的，我们就关掉了。好，那么这个是个公司啊，我们来看吧，重新点开一次吧。
好，我们点开了哦，这不是公司啊，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协会是吧？好，我们来看看它这个，下面有 Members Directory 啊，这里直接有它的目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录吧。OK，那么这个里边就是，这里边就是这个协会的这个成员的这个公司啊，这个量还很大，我看这个量，这有好几十个啊，这有好几十个。那么这个呢也是一样，大家就可以把这样的，如果你是做这个球形轴承的，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些公司啊放到 Google 上面重新去进行这个搜索，是吧？重新进行搜索。你看这里它还给出联系人，给出一些联系人。当然，这些联系人到底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我们要的这个买手的信息，这个就不清楚了啊。这个要去查了以后啊，我们才能知道。这个量还行，这个量还行，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去搜索这个客户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能够短时间之内就找到大量的这样的优质客户的这么一个途径。因为能够参加这种协会的这个买家呀，基本上都是那种比较有实力的，也比较专业的这样的客人，是吧？即使你不能跟他这个取得业务上的这种关系的话呢，你多去了解这样的客户呢，对你啊去掌握整个市场的这个行情呢，是这个产品的一个基本情况，应该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啊。特别对新人来说的话，是吧？OK，那么有关这个通过行业协会啊去搜索，是吧？相关客户的情况呢，就是这个操作啊。我们就基本介绍这么多，大家这个后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产品，是吧？根据这个协会的关键词，是吧？去进行排列组合，去进行这个搜索。那么这里我没有去，我们看看这个结果很多，这38万个结果，这里我没有去进行区域设置了，大家还是跟之前一样啊，去进行这个区域，是吧？去进行一个区域的设置，这样子的话缩小这个搜索的一个范围。OK，那么有关这个呢，我们就讲了这么多。希望对你呢有所帮助，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后面。